迄个饭店大门对面吼，大珠海火葬场啊，是对面啦，伊在面甲火葬场相对啊。看这嘛无啥嘛，还好吧。拍开看后边，看到伊是哦，看到伊乱葬岗一条哦，都帮我包啦。你看，看这饭店，等他们拍开后边帮我包，看到是真啦，腰断二楼呢。那时候马上要五点嘛啦，我来看外口，我咧出山一条哦，我拄啊要关门的时候，我就溜了，奇怪，那玻璃外口有人啦。啊！大家拢甲兄弟塞掉，啊！坐伫大厅椅啊，你咯。我讲啊，你这没坐啊，创啊？我想要换一间啊。我嘛是啊。我无啦，大啊！你讲无看到他们外口一个查某，穿白衫子啊，摇来摇去，卖咧愈加愈唔对，愈加愈唔对。等于讲讲迄玻璃外口人，玻璃外口人啊。啊，我是甲脚垫拖起来，但是你讲隐隐约约讲我台顶外口人，台顶外口有人就对啊。我们去珠海走奈石狮，啊，规定去七八八九个有啦。啊，就规定塞车去，啊，就找饭店。啊！就反正挂一种病，拢挂住住一间，啊！这间就去住无地面嘛，去住客满无办。我话规条挂无来住多一间，遐嘛未歹安尼啦。哦，大家塞车，用车嘛，只要方便点，我看遐嘛一间嘛未歹。哎，如果客满，客满一种客满。啊，想看一间无客满的，哎，无客满这间嘛 OK 啊，啊就规条去啊。迄个饭店大门对面吼，住珠海火葬场，是对面啦，伊在面甲火葬场相对。看一嘛无衫嘛还好吧，要困啊，有啥物差？啊，暗时啊三四点嘛。规个行李就赶入去啊！入去了，比如我三点或四点，大家约讲啊，无等下五点半来，我集合来食饭啦，安尼啊，规个就起去啊。起去了，我就感觉无啥对，我看后头拍开无啥对，我就直接看，拍开看后边，看到伊是哦，看到伊乱葬岗一条哦，都帮我包啦。你看，看这饭店，等他们拍开后边帮我包，看到是真啦，伊要断二楼呢，伊饭店无关啦，剩三四楼呢。啊，我去先去洗洗了，我就行出来，行出来，他们是都无关。啊！我着先去洗洗出来，再揢咱行李嘛，要换一件衫，啊，要五点半。迄时阵马上要五点嘛啦，我着看外口，我咧出山哩听哦。甲是啊，天较早哦，五点我着天就乌啊。啊，我着一饭店啊，就煞困者，困者了真是哇，外口边大边拢乌啊啦，啊后壁玻璃拢乌了乌啊嘛，无衫咱就无衫，天乌天乌看无物件。啊，当门拄啊，伊嘛拄向这玻璃嘛，向后壁这面玻璃。我拄啊要关门的时阵，我就溜了，奇怪，那玻璃外口有人啊。我就感觉无啥对，我嘛无讲话啦。啊，规定就五点半集合啊，集合啊，大家就你大家就赶下塞车啊，塞车去，就去食饭啊。食食，然后差不多八点外九点，规定搁回来。八点外规定回来了，就回来到迄个房间啊嘛。啊，明仔几点？明仔透早七点啦，楼下小等集合啊。哦，啊，七点集合无问题，大家就去。啊，拢无讲，大家拢无讲啥哦。啊，大家就规定去。我去到楼顶了，我感觉愈来愈唔对事，愈来愈唔对，我想足久的。买大只啊！我搞出外口困车顶，我就行李款款的，行李就拄着，我就一人就拄着啊，拄着到电梯口二电梯，我就坐落啊，坐一楼，就行出去了，去到大厅。啊，你也一只，啊你嘛一只，啊你嘛一只啦。我可能嘛超八个人啊，楼卡讲徛五个啦。哦，你拢一只啊？啊，大家拢塞一个行李啦，拢坐伫大厅的啦，在咧饭店大厅就椅啊。啊，大家拢行李拢塞伫坑里啊。大家三点我就入去啊。啊。五点外团个集合，啊，吹十分了，九点外回来，搁十点哦。我塞我行李落来要走啊，啊，大家拢把行李塞掉，啊，坐伫大厅椅啊，你咯。我讲啊，你这没坐啊，创啊？我想要换一间啊。我嘛是啊，我嘛想要换一间啊。我个五个字啊，我要叫客人吃，需要走啊。我你看到啥？大家就相对看，你知道，拢无讲话，行，进来走，进来走。大家点点，啊，我就五个人嘛。我印象中哦，内底敢有两个啊，三个就对啊，咱一群人去，有两个啊，三个啦。啊，阮规定就五日紧走啊，不管啦，先走再搁讲。啊，人因咧无，人因咧无无，人唔惊啦，唔惊，咱惊啦，先走就好啊，咱不管啦。就车就开始讲啊，讲无啦，大啊，你讲无看到他们外口一个查某，穿白衫子啊，摇来摇去，我敢有？我是看电影，我五个讲起来拢足像的咧。我当你都唔对啊，紧来走啊，就走去另外一间饭店，啊，伊找一间饭店，哎，搁有房间，啊，五个人，啊，就慢慢计较啊，大组会就带两间四人房啊，自己组会用，你就高高兴兴。就是啊，小阿哩行，啊，只要去遐找到啊十一点。啊，珠海本来就毋是讲足进步的迄个都市呐，啊，但是外侧饭店嘛有一个景物啦。拄啊带好尔，只要要确认要去楼顶啦，要摕锁匙尔。另外，如果我有两个无对着的，结果伊两个卡着来，大恁就倒位，我来找无你啊。我讲哦，阮就已经包饭店就倒，你无搞招啊，要去啊。恁两个走哪里背行李，看你嘛坐客车来，我你就怎创？无啦，恁拢走拢歹甲我叫哦。我想讲你讲就无问题啊，你讲无问题。哦，阮就会惊，我先走。无啦，你做你先走，我只惊一个查某安哪呢？啊，全部人看看，全部拢看到，唔是我看到，叫大家拢看到。只是我刚食饭的时阵，伊是食饭包转来看到。我是要食饭要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。原来愈加愈唔对，愈加愈唔对。等于讲讲，迄玻璃外口有人，玻璃外口有人啊。
啊，我就把卡电拖起来，但是就搞隐隐约约，刚我卡电外口了，卡电外口有人就对啊。叫清洁公司，唔是啦，暗时啊，没有清洁公司，结果全部人拢感觉有问题啦。